全部跑不准备妥当六场三分千二米的短途赛花旗集团短途挑战杯准备。好，你一开闸的时候啊，今日前面快马有情人应声弹出啊，响佢隔离的马咧，今日仲见到有呢只有风之雨大外档啦，中间胜利欢声电门王者第五位浅蓝衫红帽咧，仲梦幻仙子啊，响出边多多醒，中间蓝晚罩咧，咁啊仲有翡翠剧院内栏咧，橙衫嗰只咧就精彩辉煌啊，后边四只马君文欢啦，鸿运爵士啦，尾二向前看包助落尾咁得彩啊，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前面放咧就有风之雨啊，跟住第二位胜利欢声啊，内栏第三灰马有情人啊，出转第四位咧，仲有电玩王者啊，内栏第五蓝晚罩，仲有翡翠剧院出边浅蓝衫红帽第六位咧，仲梦幻仙子啦，内栏橙衫精彩辉煌，中间黄衫白鼻箍咧，咁啊仲有君文欢啦，一路兜大弯咧，仲有一只多多醒，后边三只鸿运爵士向前看，同埋金德彩，最后直路前面有风之雨摆脱咗少少对手啊，咁啊见到中间位置追嘅马有胜利欢声啊，外边上仲有梦幻仙子咧，响入边博位，仲有翡翠剧院啊，有情人嗰啲马，最后百零米梦幻仙子外边冚上嚟，但系中间咧精彩辉煌上紧，中间翡翠剧院过终点精彩辉煌赢到收晒姜添啊！跑第二名嘅马咧，翡翠剧院嗰度有啲碰撞啦，胜利欢声啦，仲有只梦幻仙子啊！总言之，二三四名嗰度咧，大家都论论尽尽噶啦。六号，哇！呢只精彩辉煌咁犀利，赢得跑第二名嘅马要影相啊！埋边数出嚟，翡翠剧院。胜利欢声，梦幻仙子。哇，咪呢一档咁犀利噶嘛？正赛辉煌啊，史卓峰咁啊，方家拍马唯一出即胜啊。第二名咧，见到咧就好接近喎。咁啊，中间五号翡翠剧院啊，系咪道线先？出边二号梦幻仙子，咪影相啊。第四咧就系十二号胜利欢声啊，蔡明少。啱啱史卓方家拍，哇！呢只新马都惊啊！呢只今日咧一出即胜喎，连马澳洲真系四次都赢喎呢匹马。好啦，暂定名次有噶啦，六号、五号、二号、十二号啊！咦，有项言讯，请大家保留彩票先。终点前都几只马都挤挤碰碰，我见到啊。赢只六号啊，喺里边压蚀蚀上嚟。佢都係啱啱好穿得到出嚟嘅啫，呢只精彩輝煌啊！其實嗰個位置都有啲窄嘅，有情人咧俾人夾咗落去啦，所以好啦，睇翻个直镜啊！咪打出边梦幻仙子啊，红帽嗰匹，中间翡翠剧院啦，有情人啦，胜利欢声呢度啦，一路埋嚟嘅啫，精彩飞动啊！一出一入嗰时啊，精彩辉煌啊，出嚟啦啊！里边最明显就梦幻仙子压入去，咁啊令到入边啲空位就收窄晒，咁啊开始几只马 check 咗啦
精彩輝煌啊，褪出嚟咁啊，夢幻仙子又壓入去，咁所以中間嗰扎就三文治啦。精彩輝煌出嚟嗰刻咧，其實就有個位嘅，嗰陣時就未收窄嘅，咁啊，所以又應該唔好關佢事啊。嗱，依度個位都確立咗啦，係咪先？咁啊，佢出嚟之後，哇，出邊都壓入嚟啦。好，睇張相先啦。咁啊，第二係翡翠劇院啦，第三啊夢幻仙子啊，夾住中間咁啊，就係勝利分星。見到精彩輝煌啊！暫時就勝出嘅騎師上馬，不過未影頭馬上啊。咪延信最近都幾多延信抗議啊！咪請大家保留彩票先啦。嗯。呢、這、一個啊，如果比相比之前嗰啲啊，仲複雜啲添啊，牽涉嘅馬匹就更加多。要慢慢睇啊。係啊。因為那隻夢幻仙子壓都壓到入面那三四隻馬。好，再看看啦。外面紅毛匹啦，夢幻仙子一路埋嘅。潘隊都夾硬賺開隻有情人嘅相。呢度收窄咗啦，開始。依度話都沙沙的平衡喎，裏面一炸。真係要睇多幾次慢慢。如果咁睇咧，就～就算潘頓依家第二啦，就算佢左完 check 咗落第三，佢又有機會咁第二，去到第二啦。咁但係邵氏姐又唔係第一嗰只搞佢喎，係出邊嗰只壓埋嚟啫嘛。咁如果你話要有機會過咧，就應該係四個三，因為真係嗰只勝利潘星明已經 check 咗嚟噶。好，咁我哋即刻成場賽事嘅巡邏影片再睇一次。起步比較慢了一點，就是多多醒啊，同埋君民歡出閘都不是咁爽啦。前面位置啦，咁啊有情人出咗嚟就壓住個好位啦。旁邊咧就電滿王者，出邊殺埋嚟有風子雨啦，波都仲有啲頭側側啊。咁啊出邊啊勝利歡聲亦都緊咬住佢嘅。第五位就夢幻仙子，出邊就多多醒啦，入邊見到潘頓咧就是翡翠劇院，後邊就精彩輝煌君民歡帶咗個鼻箍啦，開邊就紅運爵士，包尾一對金德彩向前看。我步速都足夠嘅，咁啊兩人都比標準時間快咗少少。咁啊有情人都跑啱曬嘅黃金包雙位，咁啊直路就算佢未 check 之前啦，好明顯都係個勢唔夠人爆啊！依啲就輸咗都冇得遠嘅。咁啊前面有風之月肥咧都唔慢噶，咁啊出邊就勝利歡聲啦。頭馬依家喺邊啊？依家就喺貼欄數落第四隻產三嗰只啊。咁啊佢都有少少超班姿態嘅呢一場。我多多醒就試唔到，原來冇空三隻喎，咁啊拜拜啦。咁啊夢幻仙子一路中段都幾好嘅勢，咁啊但係打住左手邊係咁壓埋佢，咁啊勝利潘星先 check， 跟住又左佬埋嗰只勝利翡翠劇院，咁啊兩隻都一齊 check 㗎，都有排傾喎，因為咧裏邊又出嚟，出外邊又壓埋去，咁到底邊個先係主要影響咧？咁啊一見到史卓峰就落咗馬㗎，咁啊可能都要。覆個榜先啊！覆咗榜，換咗個安咧，就可以影翻張相先。好啦，見到咧就史卓峰先覆個榜啊！咁而家就出翻嚟上翻只馬，咁啊延信燈就熄咗，啱啱啊！咁都係騎師都可以。拍翻張頭馬相啦！一出即勝啊！呢只六號精彩輝煌。好啦，嗱一聲呢邊咧就應該要頒獎咯喎，係啦，賽果不變啊，復榜完畢嘅啦。睇下啲牌彩先啊，跑第一名咧就係六號嘅精彩輝煌，獨贏派183蚊，位置派51.5。跑第二名係五號嘅翡翠劇院，位置派14蚊。跑第三名係二號嘅夢幻仙子，位置派21.5。跑第四名係12號嘅勝利歡聲。三重彩六號、五號、二號順序派4531蚊，單貼派659蚊，354蚊。位置 Q 五搭六派115.5，二搭六派167.5，二搭五派47蚊。好，呢邊咧就準備緊個頒獎嘅儀式啊！
花旗集团短途挑战杯就由精彩辉煌咧就落夺得嘅。影头马相就唔见马主喎，咁啊，方家柏啦、傅练啦同埋骑师代领。相信都仲有股講啊，即係睇下潘明輝需唔需要去停下賽啊，或者諸如此類啦。咁就出口報告先至慢慢分曉啦。暫時呢場福榜完畢，派彩亦都作實。好，亦都恭喜史卓峰啊！三揀一派彩，勝出組合係 A3， 其他冷門派$36。四連環派彩，2號、5號、6號、12號派$1616。睇埋四重彩，6號、5號、2號、12號順序派$35468。孖寶派彩，頭關8號，尾關6號派$1104，頭關8號，尾關5號派$64。三次正獎今晚冇人選中嘅勝出組合啊，冇人中啊！三天安慰獎，頭關4號、5號、9號，次關2號、8號、12號，尾關任何組合派$11667。三天今晚冇人中啦，10月18號嘅三 T 彩池啊，将会有182,700多元嘅多宝彩金啊！今日分段时间，头段23秒59，第二段22秒85，末段23秒77，赛事时间1分10秒21。